完吼，足侪人来这边点招啊！啊，咱来伫咧因头前食饭，啊无咱也无饭通食，吼、哦！所以咱大家紧坐落来哈、啊，我要紧开始啊，吼、哦！啊、各位同学，咱即马开始上课哈，啊、哦，大家请吼，迄种麦讲话哦，谢谢。好，来啊，这是今仔日啊，我的题目哈、啊，认清事实才能创造未来啊。下面第一来，第我甲你讲，啥是这题目？好、哦，啊，过来啊，这是我的名，哈、哦，这是我的名。好，来，咱开始来看哈、哦。我要问恁大家。就是人也袂入来，就无使啊！恁今仔日是安怎来遮上课？来，你是看着报纸来，请你举手一下。哎、欸，无半个哦。好，啊，你是看着民政会的网络来，请你举手一下。哎、欸，一个、两个，哎、欸，袂歹吼。啊，你是亲戚朋友介绍来，请你举手。哎、欸，哦，大部分拢是安尼哦。好好好。啊，有人我看有人无举手的呢，无举手的是啥物原因来？你不一个手的嘛？你讲一个你的原因好不好？我想要了解一下。哎、欸，奇怪，好，不要紧，来。所以你是亲戚朋友介绍来，所以你对咱台湾民政府加减有一寡认识啊吧，对不？好，加减有一寡了解了哈。好，来。哇，足无彩，这题目足精彩哈，这个问题足精彩来。我希望恁大家哈，即马对我做哈。你拢看到吼？你来台湾民政府上课，你会惊无？来，麻烦你即摆大家对我做哈，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歹势，来，放过你的心肝头。好，目睭开开，莫看别人。目睭开开，莫看别人啊！来，扪心自问哈、啊。来，会惊伊的手。好好，啊，袂惊伊的手。哦，真错，来，好，手放下。来，我要讲哈，袂惊是有智慧的人，啊，表示你对咱们这有认识，你真了解，来这上课无问题，你是有智慧的人。啊，会惊的，会惊是有勇气的人啊。是安怎咧讲？你会惊，你搁敢来？你是鼓起勇气来，所以你是有勇气的人。所以咱在座各位哈、啊，唔是有智慧，就是有勇气啊，对不？你要给你自己拍破一下。好，来，但是还佫有一种人，第三种人，什么人？有智慧佮有勇气的人，下面我来跟你讲是甚么款人啊？甚么款人是有智慧佮有勇气的人？哈、啊，哎，我要跟你讲，想到我加入台湾民政府。头开始哈，我爸爸伫个啊彰化迄个迄、那个跳蚤市场，伊毋知安怎吼去听到遐一挂前辈吼讲，哎、欸，有这个台湾民政府呢，伊要上课，你听看卖啊。迄阵啊，2011年1月，我爸爸是初级班第一期的，伊就走来听，听听了就有阿公诶，我、哦、你去上课，你去上课。啊，伊到底学着啥货，讲袂出来。伊甲阿姨就甲讲，你去上课，你去上课。但是哦，阮爸爸迄阵啊，我伫咧读高中的时阵，我印象足深刻的啊。民进党伫咧党外的时阵，伊就参加；民进党一组党，伊嘛马上参加。参加落发生虾米代志？中华民国警察定走来阮家，啊无就敲电话来。哦，啊我家己看了两遍哦，中华民国警察来阮家，啊咱都。哦，一般的老百姓哦，啊，咱就莫插插遐，啊，咱就生活过好就好。哦，真是安尼，我家己看两遍，啊，无定下敲电话来。有时讲，阮妈妈吼真正生气，跳！你无，你后摆你又过来，又来试看卖啊！我要来叫伊员来叫伊，甲你弄。安尼啊，所以我看到阮爸爸家己民进党，我会惊咧。啊，这大民政府到底是啥物物件？我会惊。但是哦，我想讲，咱台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个阵嘛，60几年啊，迄阵啊，咱拢讲咱要加入国际社会，
对吧？中华民国讲什么要加入联合国，对吧？啊，大陆讲咱要独立，啊，武六七十档啊，武无一条路出来。啊，中华民国政府拢甲咱讲，啊，拢阿强阿阴无，拢阿强阿害，咁真正是安尼。我想讲，啊，既然甲有人有新的想法讲话出来，我来了解看卖啊，我会惊，但是我嘛来。所以迄阵啊，我是有勇气的人。哦，好，我真正惊，因为我不怕情形，我看得知来啊。哦，我嘛惊讲啊，警察来过来阮家咧，唔是安尼尔啦。2009年，马英九上台了，我看伊所有做法，拢是要甲台湾送中国，就是要统一去啊。所以我不怕哈，第一届上了，伊的名单出现伫咱台湾民政会网站顶头。伊头叫来上课时，我甲笑咧，我讲。哈哈，这后摆阿强啊，你来吼，你这顶头名的人哦，头一个去用掠去，你就死大生。我真正还搞爸爸笑呢，但是我想想，袂使咧，我嘛是爱甲了解，这到底是安怎？哦，所以我真正来，来了呢，恁这个讲啊，又叫恁填资料对吧？填遐足详细呢，名啦、电话号码啦、住址啦，我甲你问讲，你是倒一族的啦？你是台湾人啊，什么？哎，中国人啊？我用哇、哦，我来上一下课，那填一下资料才详细，要创啥？啊，万一那些因为间谍四处拢有嘛，我先写写啊，不然去用杀去的。但是我就不爱讲骗，我用、啊、我不爱跟你骗啊，好，我拢个写真的啊，全部拢老真的，好加载，我老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今仔日我只好都第一只跟恁大家上课，而且台民政府所有的活动上课。拢会当通知着我，所以恁各位哈，你若惊出代志，你拄只即几间留的资料是假哦，你赶紧改转来哦。啊无吼，后摆咱台民政府要派工课予你吼，要你食头路的时阵找无你。有啊，即摆有人电走就是安尼啊，因惊去互掠去，老假，你嘛找无人啊。啊，要好康的好的时阵，无法度。吼，好来，啊我。上课了，我是第五期的，初级班第五期。上课了，我个人一个感觉，啊，就特别用统一去啊，啊，就算你讲的是真的哈、啊，形势比人强啊，对不？我爱顾巴肚啊，当然嘛是同款，佮认真做工课啊，对不？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呢，过一冬，高级班上课啦，我爸有够厉害，伊袂晓电脑、手机也袂晓用，伊大家拢有听到消息，高级班第一期。听到，所以个上来，当来上课，上课了，等于讲，哦，你今天上课，你今天上课，哎，咪赶快啦！你上课上啥话，你又讲袂清楚。啊，我想讲，我初级班上过啊，吼，啊，高级班的物件啦，甲初级班同款，啊，我来上课唔加了的。啊，但是网络顶头，我知影讲咱拢有录影嘛，我就先去看，佮趣味趣味，还佮袂歹呢，佮有新的物件，好啊。我想好，我来上课，我就来上课。好加载，迄届我来上课，我高级班第四期的。我看到一件代志，我确定讲啊，台面真有是真的。什么代志？连我甲恁讲哈，我怎回去？谁敲电话？甲阮哥哥、甲阮哥姐叫倒转来。我还有一个弟弟啊，但是阮弟弟对政治吼足反感的，所以我无甲叫。我来讲，哦，我看到台面真有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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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吼、哦，啊，因家己，啊，我个听到啊，伊就超时间，伊就随来上初级班，初级班上了，随个接落上高级班，伊比我搁较认真啊，搁较拍拼。吼、哦，这是我家己当面政务，啊，阮这姐，伊是查某人吼，伊较顾家庭，又是寡较考虑啦吼，所以伊无来面政务上爱上课。但是大家若回去吼，我拄到伊，伊拢会甲我问啊，恁即马台面政府安怎？伊嘛是会关心嘛。吼、哦，好来，这我想这是恁想要问的，这是真的吗？你有啥物建议？对吧？后壁真正美国咧支持吗？上重要是即句啊，会成功吗？恁认为咧？恁的亲戚朋友拢甲恁介绍啊，恁拢大家听过啊。啊，恁认为咧？哈？
我判断是真的，是安怎？我讲过啊，阮爸爸加入民进党，警察就来啊。阮自阮爸爸头一期，到即马三年啊，满三年。中华民国毋捌有一个警察啊，毋捌有任何一个官员，敢敲电话，敢来阮家甲阮啰里啰嗦的。哦，这个太神奇了。加入民进党，人就来甲你管啊。我这加入台湾民政府，我是要讲较实在，讲较坦白，我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啊。中华民国那拢要搞安怎？我认为是真的，后壁一定有啥物物件啦。过来，我毋捌强要求讲，啊，你爱捐钱的。阮来这边买一个 logo， 对吧？买顶帽啊，500块。有人讲，哦，迄足贵的，帽唔对啦吼，是有较贵啊。但是伊拢甲你讲足清楚的哦。这个物件偌侪钱，后壁遐机啊偌侪钱，每一本册偌侪钱，伊拢甲你讲足清楚。你买，你甘愿，你出钱。当然啦，这嘛是甲平均有一个赞助啦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伊拢甲你讲足清楚的啊，伊无甲你捐钱呢，伊无甲你诈骗。我你捐偌侪钱啊？后壁有啥物款的好处？无，每一项我甲你讲足清楚的。买，大家心甘情愿。用买，唔是甲你用骗的。嘛无叫你捐钱，无毋捌。吼、哦，啊，过来身份证，这张身份证后边有晶片。这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敢有晶片？无吧？这张身份证比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更加高级。咱这边哈、啊，你无机会哈、啊。其实有过去，这个插入去，也读来的晶片，所有资料都跳出来。真的假的谁知影？这是高科技的物件，中华民国都无做甲遮好咧，咱一个台民政府做甲遮好，对吧？哦，啊，搁有啦，咱申请身份证哦，所有迄资料吼，拢爱交对这边来，对不对？咱最近这几年，尤其前几年哦，台湾的诈骗集团，感觉有够害啊，有够侪啊，我惊咧，我这物件交入去，要万误用，看要安怎？对吧？你啊，申请了到即马两年啊，唔捌收到，常常收到笑话讲，你杨明德你欠阮银行偌济钱啊？唔捌咧，所以表示啥？表示这物件哈，所有资料拢锁掉的，台面政府拢甲你保存啊，紧好，无泄漏出去。咱的东西嘛，去到美国、去到日本，有人提出来用，是讲会用的，这是真的。台民政府不是跟你算计哦，不是跟你算计。过来，报纸广告刊两单我，大概拢刊半张。今年过年的时阵，佮刊伫《中国时报》《联合报》的头版，到倒一个诈骗集团敢咧刊报纸的？无吧？你刊报纸的嘛去用掠去？你若真正是诈骗集团去用掠去，对吧？过来。国际的办公室，连咪好，恁看，应该恁即几工啊吼，有看到啦，吼、哦，足趣味的哈，尤其迄宜兰区的办公室。过来，咱有伫美国注册，现在资料后边还嘛有哈，那机会我会用咱的网站互你看，到底内底有啥物资料，你爱去倒去找。是讲今仔日哈，时间变较少哈，连咪好，恁看。啊个美国联邦法院的判决，我这所有顶头哈。你会去倒位看到这个资料，我给你写哦，写给你看。你会使来 copy 我的物件啦，吼、哦！你甲点入去，伊就跳出来給你看，伫网络顶头拢有。过来，啊！秘书长，咱台湾民政府去告美国，台湾最终地位3，内底全部拢是英语。这若不是真正有去告美国啊，这个物件无可能编得出来。啊、嗯，诈骗集团更加厉害嘛，无人遮骨力，编一本遮大本，内底英语阁足厉害，足很高级的英文。哦、嗯，这物件我判人讲啊，这一定是真的。而且啥话，我讲我伫过去办时看是啥代志对不对？第四期，咱这边上过三工，拜五要是下来，拜六礼拜透早起来，咱要食饭啊。迄天我起来要食饭，
看到咱的秘书长啊吼，甲因一挂哥仔来讲，吼，起来起来，来翕相来翕相。我讲奇怪，你想要怎么翕相？恁的身份证拢已经摕着啊，你唔知申请什么物件？啊，拢要申请物件，拢已经摕着啊，踏着来翕相。结果咧上课的时阵，秘书长就讲啊，伊讲美国哈、啊，叫因遮个较高层的人申请美国的旅行证件。安尼倒起来有道理嘛？拄好哈哈，对不？伊今仔日若是上课的时阵，安尼甲我讲哦，我认为讲，无听你是咧演戏的，但是我是私底下无一定去看到的。我既然甲证实讲啊，美国伫后壁咧甲支持，我就放心啊。所以我紧回去开始对准啊，开始认真去甲人讲台湾政府的物件，甲阮哥哥、甲阮弟弟、甲阮姐姐叫回来。对准啊开始，我都唔敢甲阮爸笑啊。而且对准啊开始安怎？我袂惊啊，我是有智慧的人啊，我就有勇气的，我惊我过来上课，所以我变成有智慧、够勇气的人啊，你知无？啊，好来，过来，来看。这我唔知近恁近两天来吼，这头前江苏唔知有恁看无？宜兰州啊，咱的办公室啊，都伫个管迄个警察局对面，伊在甲恁徛围边。咱那是假，那是违法的组织，无可能这一份代志。而且我要上初级班的时阵吼，我头唔知影遮嘛，我甲阿三讲，阮要爸讲啥物事，迄大坑国小附近啊啦。计程车一个大亨国小，对面都好派出所，我一问，都行入去啦。派出所警察讲：“啊，你要来台面政府上课的哦。”我哎，你哪知影？足了解的啊！咱若是真正违法的，早就去用掉去啊，这早就关掉去啊。所以我判断吼，台面政府是真的，唔是假的。而且后壁真正有美国咧敢听，吼、哦，过来，这是注册啦哈。因为这看起来较无清楚啦，但主要是要甲你讲，这是真正有一款代志。哦，美国迄边拢有咱的资料，哦哦，啊，这拢有哈，啊，这嘛是，哦，有机会咱爱入去咱的官网内底详细看，哦。哎，台湾政府那是真的上来证据，也是这三项啦。啊。秘书长甲咱讲吼，迄、那个奥巴马总统四月份要去见日本天皇，就是要讲甲台湾献给伊这件代志。当然啦，时间也未到啦哈，时间到了，这个代志咱发生啊，就证明讲咱不但是真的，而且咱是正确的。哦，啊，过来六月份美军会入来啊，哦，八月份增加到八千名，这个代志咱发生了，过来就是这战啦，就是中华民国爱回台湾。当然啦，即个政绩即马未发生啦。但是我要甲各位讲啊，今年哈、啊，今年一定会有重大突破。哦，今年一定有重大突破。不一定讲咱就接着监管啥，但是即内底应该有一项会发生。啊、哦，应该有一项会发生。啊、哦，好，过来。哇，你台湾要兴哦，日本天皇，啊，中国未起来跳吗？中国未受气吗？对吧？足侪大商拢安尼想的呢。哇，美国欠中国上侪钱啦，对不？美国嘛惊中国啦，咁真正是安尼。我鼓励恁大家吼、哦、来上高级班，必须恁会甲这部分啊讲真清楚。哦，到底是美国惊中国，还是美国咧耍中国？哦，过来，我对另外一方面哈、啊、来甲大家解说哈、啊。迄、那个读国际关系啦吼，读迄个国际战略迄个学者哈，因讲咧一个国家的实力分这两种，这两种，一种叫做硬实力，一种叫做软实力。硬实力啥？就是一个国家的武力啦、军队啦，又是硬实力。中国即马有几台防空母舰，一台，佮袂当战斗，袂使水降烧台。美国几台防空母舰？现役哈有十台，十台拢会使出去讲战斗。中国甲美国是咩比？过来，咱讲软实力，啥物是软实力？是武力以外遐，不管是你的文化、你的经济、
你的人民的素质这部分或者软实力。哦，好来，美国一个劳工一年会使生产$100,000啦。中国大陆一个劳工一年生产到$100,000啦。哦，按的所得啊，美国人平均所得一个人$60,000啊。中国人一年12,400美金啊。哦。啊，再来，咱讲人民的素质。我伫美国读册，去到美国佚佗，买物件一定爱排队。若无排队，一定有人甲你讲，你爱排队。你若排唔到去，伊佫甲你讲，你爱安怎排，对倒开始排去。我伫个台商学校哈，台商学校教三档的册。有一届，我带阮的囡仔哈，去个上海一个游乐区去佚佗。迄天拄拄好看到中国嘛有一个国小，因个老师哈、带囡仔去佚佗，遐囡仔哈，我国家可能2年啊、3年个，看起来差10岁个啊。啊，去游乐区佚佗拢爱排队啊。过转来我看囡仔写迄个周记啊，讲我们在排队的时候，那些中国国小那个小朋友都跑过来给我们插队，还说呢插队是我们的强项。我听起像昏气耶！什么意思？插队是我们强项，你拢知影吧？插队，阮上敖的啦，无人拼啊阮啦，阮上敖插队的。啊、哦，一个国家的囡仔，对开始就安尼个教，从根就烂掉了。哦，那个讲日本3.1海啸地震了，足清楚的嘛。你若来上课，必须你拢甲恁讲。甘愿排队排到死，嘛袂插队。中国的囡仔讲，插队是我们强项。你的武力、硬实力输人家，软实力输人家，你是凭什么会被人比？那个讲了哈，啊，中国人拢无较好个嘛，拢无迄个较有水准个嘛。有呢，我捌拄着。我伫美国读册时阵吼，我看到因出去的留学生哦，中国留学生真正赞个，我无骗你。人就礼貌诶，袂贪小便宜，乐于助人。阮互伊斗三工了，要请伊食饭，要送伊物件，伊讲唔免，真正唔免，无收就是无收啦。我着足惊讶诶，是安怎？伫个美国诶中国留学生态遮好，是安怎？伫个中国看到诶囡仔态遮差咧？这是中国人诶悲哀，是安怎我咧讲？因为一流诶人才拢走出去。走出去了，看到家己国家遮差，伊就想尽办法留伫外国，莫回去啊！美国惊中国吗？美国欠中国即马欠偌济，你知无？甲去年12月结束哈，欠一条3000万的美金，一条3000万的美金，等几条？40条代表。啊，毋是安尼尔，佮继续较少，佮继续较少。中国咧无少，佮袂使，去用少甲稀烂咧啊！吼、哦，真正稀烂咧啊！佮继续要甲你少，啊，无少佮袂使，你无感觉足奇怪吗？美国敢会惊中国？我感觉美国咧耍中国啊，耍到伊无法度挡袂了，嘛是要佮用耍。过来，这拄只吼，即几工来你拢看到。台湾到底是像的？中国凭什么起来跳？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啊，对不？从此开始，咱就是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跟你中国什么关系？你凭什么起来人跳？哦，政治化来底，主权领土的转移要明确的条约嘛？你讲台湾是你也可以啊。你所有条片开起来看，倒一条约，甲台湾已经阁挂登去予你中国啊，提出来看有无？没有吧？占领不得遗产主权啊！美国攻打伊拉克，那照较早的观念来讲哦，其实伊甲伊拉克灭亡啊呢，伊讲灭国呢，对不？甲人总统政权规拢提掉，总统嘛去用拍死啊！
但是伊敢有讲伊拉克变做伊个？无啊，伊嘛是搁甲这个土地，搁甲人民相对，互伊拉克家己管，对不？这才是真正文明的现代国家，伊会遵守国际法啦。啊，变做来讲咧，你若无遵守国际法，你是什么国家、啊？不文明嘛？你要停留在古代的国家吗？哦，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这种知影，是吧？对于1949年走来到台湾开始，伊就离开个中国的土地啊嘛，伊走来到别人所在，当然是流亡政府啊，啊无要啥物？哦，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嘛。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走去到印度，伫咧遐，全人食的，讲我无爱行李啊，土地就是我的，敢有可能？国际社会两个笑，你讲啥话？啊，是啊，中华民国来到咱遮，甲咱占掉，讲中华民国是台湾，台湾是中华民国，咱来承认啊。咱台湾人来讲接受，你讲足奇怪吗？是无多，因为咱去用生脑啊，六七十栋来，拢是安尼甲你教的，教到尾已经搞不清楚了。好、哦，来战争法的主要原则，这八条啊，我希望恁大家记起来。这《台湾战争史回顾》第五集内底有写，哈、哦，占领不得依山主权，这都叫共轨啊哈。占领军不可以向当地居民实施征兵制，未使征兵。中华民国叫人去这边八二三炮战，哦，讲因中国人偌厉害，但是死大偌济咱台湾的子弟啊，这死去的人要安怎？伊拢讲伊足厉害，拢无讲伊拢台湾人嘛，为咱台湾这个土地出力嘞，拢唔讲。过来，被占领区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体系继续运作，什么意思？你去用占领，对不？你的生活无改变，但是安怎？你袂使有武力啦，你没有战争的权利，没有外交的权利，但是其他的生活较常。所以安怎？伊袂使霸占咱的土地呢，袂使抢咱的钱呢。你若后摆有机会啊，去阮台中区的中华办公室，你看卖有一张有一个壁，大一个迄个文件哈。中华民国军队入来占来土地，去甲找迄个管政府讲啊，你要行我啊。管政府讲无解，无法度行你啊。头安尼呢？这不是军队，这就是土匪。好来，被占领区居民有暂时效忠原则，你去都是国占领，你都要先效忠一国啦。这是有较悲哀哈。过来，被占领区的领土主权被主要占领全国握有，还没有移交给当地民政府，属于暂定状态，未达最后状态。所以讲啊，咱党起码要各种占领，台湾地位未定嘛，还没到达最后的状态。好，被占领区军事政府抵制要有正式宣告才结束哦。美国的总统、美国的国会、国会，唔捌讲过讲啊好，阮对台湾撤军。无讲过，既然无讲，那就继续讲占领。哦，被占领区属于独立关税区。哦，这之前刚出那种讲过啊。主要占领全国可以委托他国执行代理占领任务。所以中华民国应该不是讲中华民国，应该讲蒋介石的军队才来台湾，甲咱管。美国甲伊的占领权委托叫伊来做。这是战争法的主要原则，这八条。好、哦，啊，台湾地位对对找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决定台湾的地位。应该讲啥？决定台湾的地位未定啦。台湾的问题还没完全决定，还没完全处理好。安尼，开罗宣言、波坦宣言、中战诏书、投降文书、中日和平的中日和平条约就是。就是咱讲迄个中华民国甲日本签的啦，日华合约啦，哈，拢无决定咱台湾到底挂倒一国啊？凭什么讲台湾是中国的？你会使家去查，家去研究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够啦！中国定下讲啊，台湾是他神圣不可分割领土，你会使甲讲啊？什么是宣言？你知影吗？宣言就是意向书啦。你看中国人这次行李吼，你讲我要签意向书，意向书可以反悔呢，可以不算数呢。啊，什么叫做契约？
合约啦，真正正经以后签落来，正式爱照来做的合约啦。比如讲宣言就是意向书，啊，条约就是契约书，安尼就知影什么意思。哦，好，哎，对方没够，你们的真相，台湾是日本天皇保有所有权，美国总统未有占领权，那个红剑面，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哦。啊、中国流亡政权代管，啊，中华民国总统知影，啊，谁拢唔讲？谁拢唔讲？你若讲了，总统就免做啊。李登辉总统就知影，所以甲咱秘书长秃头，讲你若无爱教，台湾的地位放伫政经话内底看卖影。哎、欸，秘书长是坚决的，惊是对。李登辉已经知影，啊，变啊嘛知影，哦。啊，拼到尾啊！第二任的时候，讲什么拼什么正名制限，对不对？拼几摆无拼起来，又讲一句话来讲吼，就算李登辉前总统会来做吼，也不可能啦，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啦。哥哥，李登辉有跳出来干咩啊？自己不努力，看拖别人。演戏，李登辉家嘛知影啊，对不？啊，马英九一定知影。因拢知影，因拢唔敢讲。咱人民政府只拼性命讲，拼性命讲，但是足侪台湾人唔相信嘞。我拄来时阵共款，形势比人强，你讲呀，算算是真嘞，嘛要叫统一起来。但是今年一定有重大，一定有重大结论哈，开花结果，一定有重大转变。认清事实，才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这是属实。你知影这个事实了，你只好行正确的路嘛。咱以前的前辈搞台独，对不？李登辉13当，阿扁啊8当，21当，摕着中华民国相关的权利，要甲台湾变过来，就是变袂过来，是安怎？他们的出发点就已经错了嘛。你出发点对不对？你到正确的路嘞，行60-70当行不出来，还要来踅，都来踅。够悲哀呢！你真有够悲哀。较早，必须你拢讲，啊，因遐毒牌拢夹唔着房间啦。我是认为吼，唔是夹唔着房间啦，伊出发点都唔对啊。他有可能夹着健康的房间咧。哦。哎，台湾无可能家己变哪国，你拢知影？台湾是一个国家，无可能。刚才中华民国的话要加入，即马无啊嘛吼，所以咱唔讲。台湾不是一个国家，土地唔是咱的呢，管辖权嘛唔是咱的呢。你唔是国家，你就无法度加入联合国嘛。台湾是台湾，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啦，无共一个国家，莫甲咱南做一伙。目前啦哈，目前台湾不能独立，不能建国。咱就希望讲，咱是一个正常国家，但是目前就是无法度。美国个人占领，啊，咱的母国是大日本帝国哎。哦，我的爸爸妈妈哈，因为我的本名，较早细汉时阵啊，我阿妈。一辈哈，亲戚朋友拢叫爸爸问讲问讲，我种奇怪，他也叫问讲。我即摆知影讲啊，迄就是日本话嘛。我妈妈当下外家遐，迄边亲戚朋友拢甲叫尤西可尤西可，拢奇怪，什么是尤西可？我即摆知影日本名，对吧？咱的母国是大日本帝国，爸爸妈妈老一辈，因经过日本时代哈，因拢感觉讲，哎、欸，日本时代较好。南相信你也使问老一辈，因看卖啊。因哦，日本时代吼，咱人，咱台湾人哦，大家拢足古意的，足守规矩的。啊，中美国来个遮，拢乱起来。啊，承认战败，那要承认啊。历史世界大战，咱是战败的，咱是日本人，迄阵咱是日本人，咱是战败的。啊，战败的感觉，就无好个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若承认，你的耻辱是一时的尔。但是你的尊严是永远的。是安怎你讲？
咱即马伫个国际社会上，咱若讲到日本，讲到德国，人是正派，对毋对？啊，你感觉日本甲德国即马是啥物国家？一流的国家呢，无人看因无起呢，大家看了拢足欣羡呢。哦，即两个国家赞。咱若对迄阵仔就知影，甲即马六七十年来，咱嘛会使遮好，但是咱去用骗，骗讲啊，恁回归祖国了，我们打胜仗了，无毋对啦。你若要安尼哦，足有民主的，我甲你讲，迄是民主哦，民主是虚的，尊严才是真正的。一时间吼，足有民主的，但是六七十年来，你若要行出去，你永远拢是耻辱的。咱去甲国际社会甲人袂比拼的，是安怎？我足怨叹的哈，因为即几年来，我伫咧外国，去中国台商学校，我阁捌走去台北去教因遐中国人的难民囡仔。去美国，我就是啊，想讲台湾那真无正常嘞，要阁继续安尼落去吗？想看卖人日本安怎，想看卖人德国安怎？所以从不等于国籍，咱做一个吴伯雄有够嗨，走去见习近平，讲啥话？两岸都是中华民族点点点哈，因为我们人的一生经历许多重要选择。包括选择志向、职业、配偶，还是有一项袂当选择，做啥也袂当选择，要唔对啦，伊讲是真诶啦。但是若要教伊诶逻辑吼，伊应该去甲美国人讲，恁美国人拢是英国人呢，对无？恁遐开国元勋，大家拢是对英国来诶呢。恁迄阵啊是英国殖民地呢，所以吼，你应该回归英国，哈，美国跟英国统一。伊若安尼甲美国人讲，你知道美国人会讲啥无？你这个派去，对吧？十年前啊，我对一个美国人学英语，有一天无意中我看到伊个姓叫 Germany 的意思是德国啦。我惊一跳，你是德国人吗？伊讲吼，我的祖先是从德国来的，但是我是美国人，讲话就清楚诶。伊承认伊的祖先也是对得来的。但是，伊认同的是美国这个国家。我嘛同款，阮家的族谱吼，真正会使对到对中国去。但是，阮第一代祖来到台湾以后，都唔捌转去啊。阮就伫咧台湾生活。我的爸爸妈妈是本土台湾人，阿公阿妈、外公外妈、外祖内祖，拢是伫咧遮生活的。我是台湾人，我唔是中国人。你卖假人做伙，柯文哲的批评吴伯雄讲啊，祖先不能选择，可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未来啦。无错啊，你即马要选倒位，你要做中国人吗？还是你要做台湾人？更重要，我们可以决定子孙的未来。咱若选唔对去吼，歹势咧，六七十当来，咱拢安尼原地打转，咱阁继续选唔对去。咱咧惊惊顺顺，还阁多一下原地打转，够悲哀呢。吴伯雄，你要做中国人可以，会使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但是莫甲阮规定人拢嘎嘎落落去，不要把人全部都拉下去。我伫台上下有一届，甲我的同事出去佚佗，迄间唔知哪样，就甲我讲，这是另外一个国家，这不是我的国家。我绝对不要当中国人。啊，你也使给你看哈，这个演讲往往就好。啊，对了，直接我先说哈，问看嘛，恁家有人亲戚朋友有熟悉柯文哲的无？那有哈，帮恁去给他讲，请伊来咱台民政府上课。伊毋免选个呢，吼，开足侪钱个，用足侪时间呢，才去选台北政府，台北市长，选掉吼，嘛做无久呢。真个啊！伊只要六天个时间来遮上课，初级班、高级班，开16000块，买一束西装，买一本《新台湾论》，参加军校个考试，考掉，伊就会使转去做台北军校啊。伊若做了好，继续做啊，绝对比伊在武算计吼，省足侪钱，佮足侪时间的啦，是毋是安尼？
啊，你若有机会吼，老人介绍识，拜托，甲咱民政府哦介绍予伊啊。我就希望讲吼，伊有咧看咱个录影上课，伊若看到即节课哦，得力哦，来上课。哦，我只呼吁啊，柯文哲医生，请你来我们台民这种上课。我们需要你这种人才。你看伊演讲真正厉害，这人足巧的，足有创意的。我们需要这种人才。啊，别去算台北市长啊，不好。来，我们下一代希望成为哪一国人？欸，商家，麻烦你给他绑出来，你看。对这2分08秒跟5分04秒。看得见吧？欸，刚好都大声。来，等会给关掉。不要讨论，自己想，任何答案都可以，你只要认为我是什么人，这样就好，都没有关系，任何答案都可以。不然吗？台湾人吗？还是两个拢是？还是拢不是？啊？老师叫你几位？来，想好了没有？想好了。眼睛闭起来。啊。眼睛闭起来。来，认为你是中国人的举手。没有关系，你怎么想就怎么想，没有关系，不要管别人啊。好，我放下。认为你是台湾人的举手。对，举好，不要举两手啊。好，手放下。认为两个都是的举手。好，手放下。两个都不是的举手。这么快，都没有举手的举手。不是人啊。好，再来，我们看下一个题目。如果让你选择，你想要当哪一国人？不准讨论呢。中国人、台湾人，还是要做美国人，还是要做日本人？看好没有？看好了。好，来，眼睛闭起来，不准看别人。好，想要当中国人的举手。好，想要当台湾人的举手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想要当美国人的举手。我举好来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想要当日本人的举手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拿我来。老师，他有问题，他只要当南非的。刚才想要当中国人的零，想要当台湾人14个，美国人7个，日本人12个。刚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有三个，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有26个，认为两个都是的3个，两个都不是的没有。哎，你对。哎，这个。班级哈，伊是伫咱中南部哈，伫中南部我才敢问这个问题。那伫台北我来问这个问题，可能去互囡仔甲我坑啦，吼、哦，啊那无就是去互学校吼，甲我惹麻烦啦，吼安尼。啊，这内底咱拄只有看到啦哈，大部分囡仔认为家己是台湾人，是日本人，这上侪，嘛有人想要做美国人，当然，但是大部分哈是台湾人甲美国人，啊，这是干一个班级尔啦吼，这。是较无准啦，然后他都应该是吼专到落去做调查呢啦吼，但是无可能嘛吼、哦。啊，阮哥哥嘛伫遐内底教册，伊嘛要问囡仔同款的问题，问出来结果拢甲差不多。所以咱的囡仔真清楚，伊想要做倒一个人。所以你讲台民政府起来了，摕着政权会乱吗？袂呢，遐少年人啊，我们变日本人了，哦，太好了。好，我是讲啦，是安尼啦，哈，好，过来，有这两个本土台湾人，你若无为台湾前途去拍拼哈，你真正无
面去见你后来子孙啊。同款伫个即个班级啊哈，我就甲囡仔讲啊，讲假设哈，因为我即马未结婚啦吼，讲假设啦，我娶某二十年后，囡仔大汉啦，啊，囡仔佮过二十年后嘛大汉啦，生孙啊，对吧？哎，拢总经过四十冬嘛吼，历史世界人甲即马伫要七十冬哦，每年满七十冬，佮过四十冬百外冬啊啦。咱若拢无改变，有一天我的孙仔讲，阿公，啊你是咧创啥？哈、啊，拼百多年来，拼过一条路出来，俺倒那个安尼，啊！你时阵，迄阵啊是咧创啥货？哇！你是要哪甲囝孙仔讲的？你要哪交代？啊！我一个来，另一个同学作个来讲，老师，你就跟你的孙子讲，这个责任就交给你啦。我讲，迄只是推卸责任啦。你会当做先，你唔做，结果我杀杀后一代的人，迄只推卸责任。哦。哎，这是真正呢。当然，咱这内底哈，我有看到咱较少年的啦吼。我袂使讲所有拢是安尼啦，大部分是安尼啦。去年九月份，咱伫个美国的迄个记者会成功啊，我搞你哩叫转来，不，应该讲伊倒转来，我就甲讲啦。哎，你要紧去办身份证哦。伊甲我呛声，你知无？伊讲，你台面怎样起来，一定会乱的啦。四十万要甲我换是吧？你甲我换看卖啊！人话想，人办身份证拢免钱，恁都爱交钱。吼、哦，恁、也是我哩变怎？伊甲呛声的时阵，我是足袂爽的啦。因为我核心甲你讲，啥物你甲呛声，靠安尼嘞。但是我讲啥话？讲六十几年来，我唔知影，我互你骗是应该。即卖我已经知影，我着要做对的代志啊。啥物是对的，我着要来做。当民众即下无税收啊，办身份证爱钱无多。咱若真正执政了，有税收税金啊，都免钱啊吧。但是咱只要先办身份证，人后摆一定福利，你放心。啊，顶面的拢有咧甲咱设想。我是即句话哦，我知影啥物是对的，我就要来做。袂使干呐，干呐顾家己啦，只顾利益不问是非，只顾利益不问是非的，像咱拄则讲的，你永远都是耻辱的。你的面子只是一时的，而且是假的面子。做对的事情，什么是对的？转型正义一定要做，咱民政府一定会做。什么意思？中华民国军队入来，敢抬、敢抢、敢占咱的土地财产，这些代志有行因遐的人公道吗？土地行啊吗？财产行啊吗？去用台死的人咧，你有安那个处理吗？敢那当年二二八做一个纪念会，这代志还袂做了呢。啊，等下讲，我们要放弃悲情，不要只想二二八，我们才能往前走。我讲了哈，有资格放弃仇恨的是二二八的英灵，遐用台死的人叫主给讲，我会使放弃。啊，各位的家属，其他的人拢无资格他讲啦，是不是安尼？你凭啥物敢讲台死是你吗？啊！历史不可以被掩盖或是遗忘，是安怎？历史是为了让后代不再遭受同样的苦难，或是再犯同样的错。你选择放弃身份、进入一代，这是个人的选择，会使。但是你要有遐个人安怎？给他公平正义啊！你该行人的，你爱行人嘛？什么是对的，讲清楚。右下角一点。拍谁哈？来，这个事件哈，我唔知恁有了解无哈？这足重要诶。去年四月，咱本来就伫美国要办记者会，派出去十七个，十一个叛变。哈，叛变了，咱这边甲处分，因个转来咧，伫网络顶头盖龙影。啊，讲啥物？因是对诶，安怎有诶无诶？我无意中啦，我去拄着一个人，伊甲我讲。其实我是要甲问讲，台南州那边吼，是毋是拜三拜四，永暗时啊拢在上课？结果我写入去，我甲问安尼尔，伊讲甲问一句话，讲啊，你认为林志胜这人怎？我错一条，他安尼问咧，啊，秘书长啊，讲人真好啊，讲哈，你认为人真好哦？你说放心遐个人诶，容易我看，头一段十几分钟啦，看快了，我出火大讲啊，人讲你做唔对代志，讲唔对话，所以甲你处分，啊，你也认为？
伊处分唔对，你也提证据出来嘛。我是讲什么什么话，我是做什么什么话代志，所以你的处分是唔对，你也撤销，安尼唔才对。唔是啊，伊甲你骂哦。嘿，林志升是中国间谍，嘿，因太太嘛，中国间谍。啊，这个甲你去用处分有啥物关系咧？我看看了想要走啊，结果伊讲啊，你稍等下，过一个两分钟尔，两分钟尔，我两分钟看袂。过一个查某人走出来讲，伊去美国判个一支罗啊，判个一支罗啊，甲你去用处分，甲你判刑有啥物关系？我讲遐人搞不清楚咧，伊毋是搞不清楚，伊是挑工诶。伊无法度去反，伊无法度去辩，迄个辩论嘛，无法度甲你反辩嘛，所以就甲你骂哦，甲你做人身攻击。看看你啊，我感觉讲，我看了以后觉得没有什么重点啊，都是在做人身攻击而已。但是咱这边是安怎？这是证据哦，你也使去查啊，去看。这让我这个资料哩。你去啊，讲什么话，做什么代志，所以我甲你处分，真清楚。对这下，我就发现讲两边无同款啦。那边的人讲较歹听啊，你连基本的人格甲品行都无。那边做我都捌插伊啊。我留落来，阮爸爸、阮哥哥，拢是家己判断的哦。你要判断思考啊，你莫敢对人行啦。阮娘讲，这边是对的，阮留落来，阮无讲好的哈。但是我拄到足侪人啊。啊！当初伊甲我带我入来，啊！即摆要走，我著阁对伊走。你后摆来台民政府袂使呢哦，你要家己判断。你若要对人走，是讲哦，你会去台合证，随台去甲清算。你也记得哦，你要家己判断来思考。好，台湾第二正常化，什么是台湾第二正常化？你伫遮读要三工啊，咱遮课程要结束啊。什么又是国际第二正常化？日属美战真好，要回到日属美战这个地位，才是正常化。啊，咱呢，主席哈，去年到的去美国记者会，伊讲只就是安尼尔啦。日属美战，机会恁看嘛，这本我唔知恁有睇到无？可能已经分了啊吧。这后摆变作历史文件很重要，你两个看，好。今摆来台湾民政府上课拄拄啊好，是安怎？我讲今年一定有重大突破。你今摆上初级班上了，有机会紧上高级班上了。你若还有时间，阮希望你来考试啊，考军校，因为你爱读册了吼，你才真正讲，哎、欸，我对民政府论述有了解。啊，无像我迄阵啊，初级班上了，我就要插伊啊。哎呀，我就无了解啊，我来去真正我看着证据啊。咱拢爱相信证据，对不对？我感觉我看到啊，所以我相信，我才认真来个了解。哦，啊，你来找啥？头脑清楚的，我讲一遍，莫个人去找迄个要对人行的，袂使。爱家己来判断的，会晓思考的。啊，真正有心要为民服务的，要为台湾这个土地甲人民做代志的。哦，较早咱的广告拢是啥？请人来办身份证啦，讲一寡法律啦。但是今年的过年哈，咱的广告就无同款啦。加，哈，叫一下写一下，执政团结新台湾。咱已经预告啊呢，咱要执政啊呢。但是外口的人看无啊，因为认为种，可能我认为咱是安尼啊。但是若看话就知影啊，哎、欸，这无同款啊呢，即届广告奈个无同款。我们快要执政了，好，结论就是安尼，啊、哦，即我歹去讲啊，吼，你用真了解，三工来，所有的这江苏不断甲恁讲，不断的甲恁讲，哦，日属美战，哈、哦，哎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一定会到达目的地，咱已经这条路已经行到啊，早甲慢尔，一定行到咱的目的地，哦，啊，人有善愿，天必从之，你今日若真正有心为台湾做代志，你。参加这个台民政府，你真正发这个神愿，而且是发台湾哦。天公伯拢会知影，我相信这個、天公伯拢会知影，也是恁基督教讲的上帝拢会使哦。一定甲恁斗三工，咱一定会成功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当你发现你去用骗一世人的时阵，你有啥物反应？
有人讲，我着骗甲习惯习惯啊，我着生活日子要过好，嘛袂歹，继续骗，到安尼。你若是安尼想的吼，你就是安尼安尼啦。但是我甲你讲，外口足侪人拢是安尼安尼啦。我甲阿想起来拢共款啦，我着家己腹肚顾好就好。但是吼，想起来真正无共款啦，民政府起来真正无共款。啊，你会使唔相信？你来这边三工所甲你教，你会使唔相信？你去研究嘛，你去查，看有唔对无？若有唔对吼，你紧甲秘书长讲。咱所有的台民政府，大家拢对你行，你相信吗？但是我甲你甲会使甲你讲，你机会可能无啦。哦，你也唔相信，你家去查，家去研究。哦，来，咱的网站哈，咱就要下课啊哈。啊，无我是感觉咱的网站你要去看，我后摆有机会我甲恁教，内底啥物重要做，你都会找哈。来，邀请恁的亲戚朋友来台民政府上课。爱柯文哲医生好，然后到甲接触的吼，跟伊找伊，啊，真正系上好的人才哈。啊，爱申请身份证，有人还袂请的无？举手者，卖更小哈。喂、啊，厉、害哦，哦，咱水准愈来愈悬哈，啊，跟伊请哈。啊，过、来，会去转来各级班上课。吼、哦，安尼你才真正对咱的台民政府有了解，啊，你真正有心要来替台湾人做代志。好，好，今天就到这了哈。啊，谢谢谢谢哈。哎，大家赶紧吃饭啊！啊，各位同事，咱即马下课休困，吃饭。陈明秀、吴盈雀、叶梦辰、严礼成、陈信杰，啊，你们识别证做好了，过来我这边拿一下。陈明秀、吴盈雀、叶梦辰、严礼成、陈信杰。